他不会骑机车，他也没有机车驾照，他只能骑脚踏车，他怎么可以有办法忍受这种吹风、下雨、淋雨、晒太阳的这种很辛苦的工作？他没有办法，他连 Google 地图、连导航他都不会看的，他也不认识路，那他怎么去跑富天达？他怎么去做熊猫？没有办法，因为他连一台脚踏车都没有啊。所以以上综合观点，他这个工作是在基本上是在做胡言乱语。他不会骑机车，他也没有机车驾照、他只能骑脚踏车，他怎么可以有办法忍受这种吹风、下雨、淋雨、晒太阳的这种很辛苦的工作？他没有办法啦，他连 Google 地图、连导航他都不会看的，他也不认识路，那他怎么去跑富天达？他怎么去做熊猫？没有办法，因为他连一台脚踏车都没有啊。所以以上综合观点，他这个工作是在基本上是在做胡言乱语。他要去跑熊猫啊，有几个大前提。第一个，他不会骑机车，他也没有机车驾照，他只能骑脚踏车，在这个运输上跟效率上还有体力上，都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所以基本上他骑脚踏车跑熊猫是赚不到什么钱的，赚的不会很多哦，这第一点哦。那第二点就是说，你要跑熊猫跟富天达，今天又要吹风啊，要淋雨啊，要晒到太阳。那嘉华邓嘉华，他连一只虾子他都说他不敢抓了，他怎么可以有办法忍受这种吹风下雨淋雨晒太阳的这种很辛苦的工作？他没有办法啦。你看他抓一只虾子，都会说我不敢抓虾子，我怕这只虾子会咬到我的啾啾。他连一只虾子泰国虾都不敢抓了，这样子那么辛苦的Foodpanda外送员的工作，他怎么做得下去？这第二点，我觉得他没有办法胜任这份工作了。第三点，今天他连脚踏车都没有啊，重点是他连交通工具脚踏车都没有啊。他都是骑 U-bike， 那请问他连脚踏车都没有，他怎么去胜任这个熊猫外送员的工作？所以说他是没有办法胜任这个工作。最后一个原因就是他平常都坐火车跟公车，他连 Google 地图、连导航他都不会看的，他也不认识路，那他怎么去跑富天达？他怎么去做熊猫？没有办法，因为他连一台脚踏车都没有啊。所以以上综合观点，他这个工作是在基本上是在做胡言乱语啦，他没有办法去胜任这个工作，而且Foodpanda应该也是不会让他去做这个工作了，因为他连交通工具都没有哦，这样大家能够了解吗？是一个全台湾最大最大的车商想要给他一份工作这个洗车打蜡的工作，今天有来跟公司联络了。我刚刚已经请布丁，他的经纪人已经开始在联系了。